垫，我方上马，这个棋对方进炮，双方还能走，他出车还能走，嗯。但是如果对方退炮的话，他就不能进炮了，所以这个棋问题在这儿。欢迎我们家鬼总管理直播间，谢谢我们家林大帅哥的办卡，林大帅哥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，欢迎欢迎老朋友，直播间老朋友了，好些年的老朋友了。哎，大家能够理解这首棋吗？嗯，他退了炮之后，我这棋照常拱兵，对方在吃，我们在上马的时候，他就没有进炮的棋了。嗯，当对方出车的话，这个棋问题就完全不一样。他出了车这事儿，我方依然拱兵，对方吃掉，我方上马的时候，他就有进炮的棋了。啊，大概位置在这儿，这个棋问题完全不一样啊。这个棋，欢迎我们家来哥闪亮登场。这事儿我方怎么办？一马一踢，对方上马，我方再踢，对方能不能再上也能上，但是这个棋最好是进炮，因为不让我中炮打过去，做中炮将军的棋，中炮坐穿的棋。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一下这个棋啊，在这手变化下，嗯，在这手变化下，这是一个常见的布局变化，这个变化叫做中炮对屏风马，啊，红旗过河车，黑旗退炮屏炮对车的棋。在这种局面下，我们一般黑棋有这么几种变化。我们昨天讲了一个对方车进一的变化，我们家阿拉萨三亮登场啊，将来呢，对方这个棋想要平炮打我死车，我们告诉这个棋，对面不能走，上马来解救这个车。一旦对方摆炮打车，我方可以进马解掉这个车啊，给这个车解围。这个我们昨天在我们的粉丝群里进行了分享。那么今天呢，又增加一手变化啊的一个复盘实战。对方补士之后，我方这个棋上马，对方摆炮，我方摆车，对方这个棋在这个局面下啊，基本过河车的走法。过河车这本身没有问题，关键对方哪步棋走错了，退炮这步棋走错了。为什么走错了？非常细节的一个点，对方如果这个棋要出车，将来我拱兵他有进炮的棋，但是如果对方退炮他就没有进炮的棋，就全线被封锁。大家这手棋听明白的扣个六六，觉得不错的小哥大家可以支持一下，这是沿着我们昨天走的那个棋啊，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复盘讲解。